小小的年纪还我觉得就是旅游啊，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跟爸妈或者朋友出远门过，都是在重庆周边去周游一下，没有去过。对，就是现在因为时间比较紧，也没有机会去旅游。天喜呢？就希望能和全家，然后就踏踏实实在外面玩一段时间。我觉得大家不管做什么都要用心去做好一件事情，要努力去做一件事情，不要半途而废，或者说有三分的热度吧。我觉得吧，就是大家不管什么事情要劳逸结合，不要逼得自己太累了。好的，还是要记得放松。天喜呢？就希望评论员还有粉丝在工作之余，然后呢保持那一份开心。